一马带。到位，刚刚到位哦。一枪就到位，这块连贴边再打脚，再震动。慢慢，使劲撑，这个嘛身体不得了。这里上了，这里。身体不得了。还在沉啊，看到吗？不得了。继续沉。要沉半个小时了，稍等一下。好了。还在沉。还在沉。带流还在沉。还在沉。还在沉呢。不得了。来。好，到底了。好，到底了。到底了。十六米高升，十六米高升，加上六米三的吧，斜一点嘛，不打了啊，对啊，斜一个夹角啊，走走感觉，探一探，看看是不是喜脉，是不是意外怀孕了，这网，看向天祈祷，他都下跪了，无论如何上条鱼吧，很美。我现在跟他在把脉，究竟是喜脉，还是这脉象好像有点不对哦？脉象有点乱，是不是有点感冒了？真有点不对哦。现在大退潮，这个流水比较稍微有点大，然后底下的强流很厉害，上面还有风。没有了。是吧，风是带着流来的吧，应该有。哎，那么辛苦干的吧，这么深的水一般都没什么感觉了，有鱼的话有大的肯定有，特别大的有。收了，我要看，我跟你说吧，点鱼到位到位到位，这地方它超过十米的水。还有，上榜了耶！还有，哦，又完蛋，你说明，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